真实面貌。本来我想去抢个红的，但是出门慢了，算了吧。这猫给我带个闪现确实行啊，这猫。哇，这平 A 一下，女警往里插眼了。再炸。炸接炸接致命减盐呐，这卡莎打的一点都不凶。炸炸，我操，这泽拉斯这皮肤手感真好。你别管我抠不抠的众人，他就是手感好。炸！当时好久没人可以控制我了。你走了？你不用走。他们家不能来人干咳。炸！再炸！遵循着魔力之道。我是一只独立的猫。哎呦我操！哎，这小猫咋这么装呢？你给我往前压呀！别害怕呀！他们将因果而亡。炸！再炸！你给我干他！一会儿我直接闪现把他晕了。你跟我往近了点儿！你说我他妈站在前，你站在后，兄弟，你不能站兵线前面吗？你不站兵线前面，我怎么打他？你说？哎，跟你玩游戏真累，你往前面点站呢，你说。我给你晕他一下，闪现走。看你的了，你要能把女警换了你就换了。哎，好像你有点东西啊。等武器大师把 Q 放了呗。致命点燃接平 A 一柱，平 A 接炸。小兵，你就是最靓的崽儿！走，好打你就直接再回就回呗，不用在那里回，你让他抠去呗。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法。一拉了也拉了汗，那你让我出无尽呢？
我出无尽吧。只是干扰而已。一炸炸一个，再炸。再炸。炸。炸。平 A 一下。耶。你给我追他呀，就他一个。你看他要死的样。算了，可以打呀，这可以打。接 W 接炸平 A 一下死一个呗，死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打呀？那免费的红不要，我操了，真是的。没事，我插个眼，一会儿的红还得是我的。一会儿那武器大师过来拿红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把这红打了，就在这等着啊。这个红必定是我的。武器人呢？我天哪，武器大师人没了，那红没人要吗？炸！22块，经典复刻了我这。老旧的魔法也想打败我？炸！再炸！一下！自命点燃！炸死！啊！死了吧，哈子！尿你两下，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受损。回家呀，我应该出炉灯的呀，出错了咋整啊？那算了吧，出错这把就蓝炼汉苦楚吧。这书还能干嘛？这书，这个书也没啥图的了，我看。对哈，美甲窃魂愿望图了，炸！一闪，世界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推。没事，你推呗，小兵又没到。想把下塔拆了也是可以的。兜兜
兜，你这走啥呗呀，你就直走得了呗。这还走个锤子，我是真没想到这武器大师居然敢在这里蹲。哎呦，我武器大师走位不错呀！中路插个眼来，我们扑克扑克。铁男回家，我出一把这个蓝莲汉苦楚试一试啊！咱先来一个，把这法穿海给他做了，尝试一波。这把对面还比较的右，武器大师铁男加嘎里奥，比较的右。哎，兜兜兜，这你不踢，是我就直接就踹炸，再炸一下，哦，真可爱，你给我死。看看这小猫过不过来，过来把它秒了。 A W 平 A 接 E， 接平 A 接炸。哎呦我操，跑的倒挺快。哼，走位呀，我有点炎，走位呀，走位不挺好的吗？只是干扰。你走个蛇皮，我炸！这也没有人能进得了我的身儿啊，除非他们家铁男啊，闪现大我那行。要不然，否则我们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我炸兜兜，来，你走！今天你不跟我走位，肯定是不行，女警。没办法，他们左右晃悠，他不是上下，他还有猫加血。要不然他那移动速度根本他就走不起来。打鸡呢？是不打鸡呢？自残打鸡。把血瓶卖了，出一个美甲窃魂卷。我需要一个蓝 buff 哎。谁要蓝啊？火蓝就别要蓝了，不缺蓝。
我们比较缺蓝。还有女警，这能给女警跑了？来预约打反六。我家伙！哎呦，这家伙！你走个蛇皮！你走位！啊，你走位！空的其实也比较正常，我觉得泽拉斯还不空技能了，炸！我不行，打不着了，一炸，接炸，炸！一武器 W 接炸，炸接炸接炸炸炸炸，一一下 W 炸，万一你炸接炸接炸，阴一下 W 接炸，站在永恒的边缘上，小兵不让补了，辅助清兵规则了，炸接炸，来跳，哎，接炸闪！哎哎哎！点燃吗？这啥呀？这是哎呀，红惩戒，认你哥了。红惩戒，简直恶心！那武器大师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一个魔法盾，真的，哎，很烦。钱快没了，武器大师可血战斧了。啥武器呀、啊、这？这不搁那打蛤蟆呢吗？你看你又能跑到哪去？要打大龙吗？打呗！哎，真的，这泽拉斯这大招，我无论怎么摁啊，我都摁的都很快了，你知道吧？他都没办法，兜兜兜兜尿的那么快，尿不快，只能慢慢尿，一下两下三下这样，他不能一二三这样。他只能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网速问题不是，我炸接炸
些炸。炸。炸。我给你尿一个你看着啊。我特别快的摁啊。这都没死，就特别快的摁了，已经都没办法一直尿，只能一下一下尿。